我只是想让大家看到更美的世界，这是我从小的梦想。一个时代过去了，从明天开始，新滤镜的开发全部移交 AI 中心。我只是想要保住涂色圈仅有的艺术创作环节，我不想被 AI 取代。根本没有什么是不可被取代的。董事会决定给你们涂色中心最后一次机会。 我们必须找到 AI 尚未学习过的配置方案，否则没有绝对的胜算。哲明局长，你画下的，一定要阻止他们。